接下来我们有请第四组选手和助演嘉宾，他们是青春靓丽的男团组合 MIC 和著名华人高音歌唱家莫华伦先生，欢迎莫先生。你喜欢曲颖啊？哎呀，要不就是这个，快种。种。白雪，根据专业，根据实力，希望观众朋友们给力。 今天晚上属于年轻人的世界，胜利属于 MIC 男团，加油！予以王者归来誓不可挡。宝贵的签名签在这个蒙古包上吗？对，这不叫蒙古包，这什么？粮仓。我还以为进去能有羊肉吃。 接下来我要说点正事了，要宣布一下我们的总决赛的赛制，将采用两两对决制。四位选手通过抽签产生两组对决选手，进行第一轮和第二轮对决。胜出者获得争夺戏王之王的资格。落败者丧失此资格。两轮之后，两名胜出者进入第三轮比赛。进入本赛季戏王之王争霸赛，胜者获得戏王之王的称谓，荣登冠军宝座。第一轮和第二轮对决名单由四位选手抽签决定。来，干着正事我们要抽签了。你们看到了吧？你们现在是四个人站在这儿。有框吗？给他扣着点啊！一二三四，四个盒子，你们依次来选择一下。那我就选一号吧。选了一号啊，这是个好兆头啊。曲颖呢？二。你看看你怎么这么恰当？<笑><笑>那我就选三号。选的是三啊！予以选的是四。我没有。
这叫决战牌，来来对一下，不是。啊，我们看到了啊，于毅和曲颖这是一对儿 ，MIC 和白雪是一对儿。好，我们看到了啊，那个字儿是红的，红先黑后啊，就是他们这一组先出场，这一组黑的是后出场，上面的一和二是你在这一组里边的出场顺序。这个，那么现在请说出你们的对决宣言。传承国粹，不变初心。兄弟齐心，其利断金。MIC 加油！重回国色天香，我必全力以赴。求新求变，愿我能在这个舞台上散发更多的香味儿。决战金门，国色天香第二季西王之王争霸赛即将拉开战幕。现场所有的朋友们，跟我一起，我们来倒数：五、四、三。二一，万事开头难。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组两位选手，白雪和 MIC， 谁是一号，谁是二号？我是一号。白雪是一号，你们是二号。对。此时此刻有什么话想对对手要说的吗？我说吗？对呀。那我就说一个很自信的话。好啊。冠军就是我，谁也别惹我。你应该说，我想说一句，你们回去吧，就更好了。MIC 有什么要讲的吗？我们刚才五个人还在说，这是一个。第二季的国色天香的总决赛是个大 party， 所以今天我们就尽情的演出，大家尽情的欣赏就可以了。好，谢谢。请双方的导师起立。狭路相逢勇者胜，两位导师这会儿有什么要对对方讲的？可以放狠话，譬如说我要弄死你啊什么这类都可以、啊、来说两句我们听一听。嗯，贺老师来吧。来，西王之王废白雪莫属。我想我们 MIC 走了12期了，不要忘记了，我们拿了4届的冠军，没有一个人做到这一点的。 MIC 最好的、最全面的、最完美的
十二期下来，场场有特色，古今中外的名家他们演遍了 MAC number one。 谢谢老师。两位导师爱徒心切啊，我们听得出来他们两位用各种语言表达了自己的心情啊，有的我听懂了，有的我没听懂啊，但这个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蔡明老师，你有点太开心了，看表情都急了。这两位的普通话加上字幕可以明白，可以明白啊。两位导师待会儿要是动手的话请到这里来啊，因为这款式我们得得拍啊。二号回去备战，留下我们的一号对决选手，来掌声鼓励。对，很高兴站在了国色天香总决赛的舞台上，那我们今天也很荣幸地请到了我们的助演嘉宾，他就是著名音乐家莫华伦老师，让我们掌声有请。Giornata e sole, un'aria serena dopo una tempesta, per l'aria fresca pare già una festa. Che bella cosa la giornata e sole.啊，多么辉煌，灿烂的阳光，暴风雨过去后，天空多晴朗，清新的空气令人心意神爽，多么辉煌，灿烂的阳光。还有个太阳比这更美，太阳，我的太阳，那就是你，那就是你。
谢谢大家，谢谢孟老师。这个台下坐的这些位我都熟，但是有一位呢，好像跟您算半拉同行，说出来您就觉得纳闷，但是他确实也跟您唱过一样的歌，这人叫小香玉。哦，都知道他是豫剧名家，对、啊、但是他可是学过您这样唱的歌。香玉老师，来几句嘛。哎，你过来，来来来来，来几句。长房都要回头留恋的张望。谢谢香玉老师，谢谢莫先生，谢谢谢谢谢谢。我们来问一下今天的各位老师，玉刚老师，歌剧起源于西方的意大利，那京剧来自于 China， 那刚才呢这样的一个表演，给我们的感觉就是阵容非常的强大，嗯，眼前一亮。但是其实呢，这一段表演的编排偏西方的多了一点，但是呢，这些都不影响 MIC 的发挥。好，谢谢，谢谢于老师，谢谢伟大的蔡明老师。我听懂了。你也别太为难自己。中间这位孩子，他我一直刚才盯着他。这叫小新，小新，蔡明老师好，蜡笔小新、啊，嗯，没有蜡笔的小新你好，小，我就看他，因为他是扮上的，我知道他勒那个头贴那个片子有多难受。嗯，有一年我演苏三，然后他们说我演的可好了，我在唱啊，眼神极幽怨呐、啊，因为我太难受了，我想吐。所以我就知道，一个从来没有学过戏曲的人，突然让为了节目，然后突然的来勒头来做这个造型，有多么多么的难受。孩子，我佩服你。谢谢蔡明老师的关心，谢谢。去年我跟霍尊唱了《Time to Say Goodbye》，嗯，当时就是马上火爆，接着他就拿了奖。所以希望今天我这个运气也带给你们吧。谢谢莫老师，谢谢莫老师。他去年他唱了《桃花盛开》拿的一等奖。哎呀，我不认识两首歌都。两位老师动手了，到这儿来，过来，一起。在这儿啊，打架打架过去了。打架在这儿啊，打架在这儿啊。开玩笑，好意都是好意，开玩笑你们好。嗯，小川兄，他们四位唱的是老生，京剧的味道再浓一点，就跟莫华伦老师的反差就会更大。嗯，我觉得会更好听。可惜。这么多评委没有看到我们前几期，如果你们看到我们前几期，你们可能一句话都不会说他们不好的。我用我的良知来说这一句话，真的是这样的。又急了，我不是急了，真的，你不要这样说话，宋小川。MIC 的打架在这儿，打架上去，打架上去，上去上去。国色天香走到尽 ，MIC 收视率是最高的。每一次的嘉宾都有两句话来概括，一个就说。非常的吃惊，非常的震惊。还有一句话，每一期的节目都是保留剧目，什么时候拿出来都是经典。嗯 ，OK， 好。你们这觉得幸福，老师为了你也真急了啊！是，先导吃了四个了。我没见他急过。你这头一回。脾气特别好。来，我们看看朱锦霞老师，人家说话跟作诗似的。来，朱老师。戏曲艺术，你看，不仅可以塑造一个一个美丽的形象，好的呀，还可以造就一颗一颗美好的心灵。是的。你们在舞台上演绎着他人的爱情故事，流淌的恰是自己心酸的眼泪。哭吧，今天依然是最棒的，祝贺你们！谢谢舒老师，谢谢舒老师，谢谢舒老师，谢谢各位老师，都玩命夸你们啊！接下来我们要把白雪请出来，两两对决，来，掌声有请。让你们一个小机会，每个人有一个拉票的环节，跟现场的所有的观众和我们的几位老师说一说心里话，待会儿他们的一票会决定生死。我们在来这个国色天香之前，其实是对戏曲完全的不了解，后来当我们来站到这个舞台上的时候，我们慢慢的越来越喜欢这个舞台，越来越喜欢这个舞台的每一期的表演，每一期的排练，每一期的呈现。嗯，所以慢慢热爱这个舞台之后，我们就觉得更多的意义是在于我们能够
多表演给大家看，然后现在已经表演到决赛了，剩最后一首歌了，我们就非常非常的满足。然后我们自己要打个气，打个气。MIC， 刚才他们五个人能一块来的，我帮你，咱们耶、yeah. 哎，好吧。如果说作为一个戏曲的传承来说，我真的要很感谢国色天香对我这十二期的培养，每位导师给我的培养，让我真的进步了很多很多。我也想在这里真的要感谢所有导师，谢谢所有的工作人员，谢谢。那么接下来请双方的导师到台上来。本轮只有一位选手能够获得戏王之王争霸赛的参赛资格，现在我们第一轮两两对决的投票环节马上就要开始了，我将请评委嘉宾们依次到舞台上来投票。我们先请霍尊，你最终选择的是MIC。 谢谢霍尊，谢谢霍尊，谢谢。来，李玉刚，李玉刚老师，你要选择的是 白雪。谢谢。有请蔡明老师。好难呀、啊。蔡明老师，你最终决定选择的是谢谢老师。何赛飞老师，何赛飞老师，您要选择的是出来，他不属于他们的，因为他们是团队，力量太强了。是的。来，小川老师，宋小川老师，您要选择的是谢小川老师，谢谢小川老师，谢谢宋老师。哎，来，赵传老师。小川老师，您要选择的是台下只剩下我们的消防专家张英奇先生啊。张英奇，您选择的是场上的比分是4-3，我们祝贺 MIC 获得了本轮比赛的胜利。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是我们很遗憾啊，白雪在本轮比赛中失去了戏王之王争霸赛的对决资格。这个此时此刻，我们想问一下白雪啊，来，有什么话要跟大伙儿说的？终归这是一个挺遗憾的结果啊。我觉得在比赛场上要有我最好的自信。然后我在面对落选的时候，我得有他们最好的风度，所以我觉得无论谁带上这个冠军，我觉得他责任是从今天开始，我希望 MIC 或者下面一组哪个人能够得到冠军，希望能够真正的把我们的传承，把我们的戏曲延续下去。谢谢你们。谢谢白雪。谢谢，谢谢白雪。谢谢白雪。谢谢。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们用最热烈掌声欢送白雪。谢谢，谢谢，谢谢。两位导师起立，感谢国色天香给这些小朋友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舞台，叫他们领略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他们走到今天已经足以了，
感谢大家，感谢国色天香。管鹏老师，对各位选手更多的是敬重，向你们学习的很多，所以我想他们都是我们可敬的艺术家，我可以这样说艺术家，所以我想心中若有桃花源，何处不是彩云间，奖杯不重要了。谢谢王毅老师，谢谢老师。刚才抽签谁是第一？我们 MSC 是第一，好极了。二号前去备战，我们把掌声给一号。谢谢大家。今天最后一首歌曲 MIC 想请上一位对 MIC 非常重要的，而也只有他可以和 MIC 唱最后一首歌，在国色天香的舞台上，他就是我们的导师胡文阁先生，有请胡老师。已经到今天这个地步了，冠军亚军都不重要了，以舞台上能把我们想要表演的东西，能我们准备好的呈现，准备好给大家呈现的舞台给大家表现了，表演了，我们已经很满足了，就没想过再往下会怎么样。观众同行导师领导给 MSC 的这种评价不是拿冠亚军来衡量的。手术无悔，无惧人间事。
备的你们，胡老师穿得跟发糕似的，你看看，容易吗啊？那么大角还跟你们一块儿啊？霍尊，刚才的《兰亭序》你觉得怎么样？有胡文阁老师就是上台亲自就是跟 MIC 一起来合演了这么一个节目，我觉得就是特别，我觉得很温馨。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间。其实我刚才在这个表演当中，我一直在看胡文阁老师的表演，特别的有魅力，特别特别的有魅力。太晚了，这也是他和 MIC 的最后一场演出，也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谢幕。我也看到师哥胡文阁跟他们在一起师生的情谊，我也是作为一个观众在欣赏着，也在温暖着。谢谢老师，谢谢王老师。刚才的表演我看得出来胡文阁和这五个孩子之间的情感啊，是手把手教出来的，就是感觉到他们中间的那个融合度。我就一直在看中间的那个小新，你是不是最近一直演旦角来的？啊，对。这五个孩子里属你最千娇百媚。谢谢蔡明老师，谢谢。看到你们另外一方面的表演了，刚才跟你们同台，现在我在下面看，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们很年轻，很有才华，前途无量。好听好看，应该上春晚，是吧？哎。我觉得看了好几期，我觉得今天的编排没有前几期好，我觉得把胡老师累一个好满头大汗的，我天哪，真是胡老师在穿梭在他们五人当中。胡老师的戏满了，今天是你们比赛，不是他比赛。稍微有点玄门夺主，但是我觉得相得益彰，我理解，可以接受。哎，因为我们十二场从头跟到尾了，我真正的希望今天走出去的这个 MIC 是一个有爱心有责任感，把中国的戏曲把中国的京剧做到最好的 MIC。 好，谢谢小雨老师。我们会的。舒锦霞老师，我想说一点题外话。好。粤剧《红楼梦》电影当初在国内上映之后，它超过好莱坞的大片，然而这些年来经过外来文化的大量的冲击，使我们的戏曲成为小众又小众，但是国色天香这个舞台以这么一些年轻时尚的一些选手们来演绎传统戏曲，我相信我们的传统文化也能冲击国际，冲击全球。好的呀，谢谢舒老师。你们的演唱我们看完了，不知道余意怎么样。这个比赛就是这样，逢强制取，遇弱活擒。稍事休息，我们有请余意。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掌声有请 MIC。来，我们有请双方的本尊导师到舞台上来。那么马上就要开始最后的终极 PK， 导师们打分啊。然后两位还有什么话要跟嘉宾们讲一讲的？他们很年轻，他们很稚嫩，他们需要更多的舞台来锻炼他们。我相信 MIC 在以后的艺术道路上会茁壮成长。谢谢，谢谢老师。谢谢老师。管波老师，我们像是在国色天香这个舞台上因戏曲而结缘，我尊重你们，向你们学习，我希望更多喜欢你们的人，因为你们更喜欢我们的国粹艺术发扬光大。谢谢大家。我们要有请各位嘉宾依次到舞台上来。霍尊，你要选择的是我最选的是于毅，有请李玉刚。你要选择的是MIC。 好，李玉刚选择的是 MIC。 好，我们有请蔡明老师，您要选择的是
有请何彩飞老师。何老师，您要选择的是？于毅，宋小川老师。您要选择的是蒋大为先生。蒋先生，您要选择的是现场的最终结果大家一目了然，我们恭喜于毅获得冠军，恭喜恭喜于毅哥，恭喜恭喜于毅哥，也恭喜我们的 MIC 获得了本季国色天香的亚军，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有请莫华伦先生、张英奇先生，有请我们的小香玉老师、朱锦霞老师，也有请我们的白雪、曲颖共同见证，掌声有请，欢迎白雪，欢迎曲颖，来了就忙着热烈的拥抱啊！恭喜我们的于毅获得天津卫视大型戏曲真人秀《国色天香》第二季的冠军，同时也恭喜管波老师获得天津卫视大型明星戏曲真人秀《国色天香》第二季的冠军导师。有请《国色天香》本季策划吕刚先生为冠军颁奖。有请天津卫视频道副总监孙铁林先生为冠军导师颁奖，有请。恭喜于毅获得了戏王之王称号。本季国色天香到此结束，也感谢我们的评委和所有参赛选手的付出，希望有更多的人喜欢我们的传统艺术，希望更多的明星走上国色天香的舞台，我们期待国色天香第三季能够精彩绽放，谢谢。欢迎登录微博参与国色天香话题讨论，节目信息请关注新浪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网易娱乐、凤凰娱乐，欢迎登录优酷、土豆、腾讯视频、搜狐视频、乐视网、 PPTV、 巨力、爱奇艺收看节目完整视频，欢迎下载百度手机浏览器查看更多节目信息，感谢秒开、今日头条对节目的大力支持，登录苹果应用商店及360手机助手下载天天圈，参与国色天香发截屏话题讨论，就有机会获得360儿童卫视二代智能手表及平板电脑等数码礼品。天天圈体验全新社交乐趣。